是我觉得问题都蛮大的，就是自己注意一下。日文这英雄是挺像另外一个刺客英雄卡特的，这两个英雄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说，日文可以打持续性的输出，卡特就是日文在没有杀人的情况就可以打持续性输出团战的时候，但是卡特一定要有助攻或者杀人之后才可以进行之后的持续输出，然后收割。那他们俩的相同地方就是两个人都是刺客，一定要找到适合的时机再上。你刚才瑞文这种打法就好像是一个卡特，你没等肉上去是打身手，你直接闪上去了，那肯定被你秒了。瑞文现在你虽然是有一个E技能可以给自己加一个罩子，但是你毕竟没有出什么抗性装备，你还是很脆，所以绝对不能那么打绝对是会出问题。瑞文现在装备非常好，银雪加黑切加青雨三件套已经出完了，死亡三件套，这三件装备出完之后真的打后排特别的快，但是他这边刚才那两盘都没摸到后排就直接被秒掉了，非常非常的亏。为你这身装备而感到可惜怜惜。好，我这边是推到了这边给 Gamma Fight 高地 Pock 五人抱团 Pock 这个桶，我一直都觉得酒桶这个英雄很多皮肤很有意思，很好玩的。这个是瓦斯罐，然后还有一个有没有煤气罐啊？炸一下，要打先手吗？要。不清楚，蜘蛛刺在另一边跟闪现啊，什么闪现？嘲讽？哎，这个闪现没有必要的。机器人在找位置要勾人，哦，果然这边鳄鱼要先上去卖，吃了一波伤害，被风筝了一下。这边无人血量不是很好 ，YG 是直接乘胜追击。控，但是你控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关键，机器人也没有欲望拉，闪现嘲讽，嘲讽人关键人物 YG 直接被秒掉了，瑞文也没有幸免于难，出口角被打出来，看一下能不能复活之后挽回这个局面，挽回，哎，能不能？看一下，应该挽回不了了，一波了。一波结束了，恭喜 YG 获得第一盘的胜利。哎，我好像可能想的是对的吧？你刚刚问我，恭喜你猜对了啊 ！You win，好吧。这盘其实，总之这个 Game WiFi 这支队伍啊，在这个比赛里面暴露出了一些问题。其实 Game WiFi， 我觉得这对。